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上帝疼痛甲怜悯，予咱今仔日最近要来看《神眼光》的进度，是伫个以赛亚书第五章第80到30节。伫遮尔长的中间，先知特别咧讲到人会歹所行，毋过伫即中间，咱要看到上帝依然有伊奇妙神圣的计划。所以伫即段经文，咱特别要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九节，安尼讲，因讲，愿伊紧紧行，快快行伊的所做，予阮看去。愿以色列的圣儿所计议的来逼我，予阮知。也就是讲，伫人的罪恶、伫人的软弱中间，对心底还阁有真大的一个祈祷，愿望真理显明来代替虚假。毋忘尊贵高举来代替遐败坏，也毋忘上帝应光会当降落。迄个时阵，人有侪侪歹所行，咱所看到以赛亚书第五章即个所在，伊所讲的，包括因踮个咧甲人买用钱啊，偷金减两，迄中间要来共贪心，当因甲人三角斗阵。在做生意的时阵，干那会欺骗遐个囡仔，欺骗遐个老人。遮个好家人，因家己互相斗阵，有宴席，有啉酒，有弹琴，食青草，但是拢无考虑到社会中间迄个需要的人。伫咱今仔所看这段经文中间，伊在安尼讲，讲愿上帝紧紧行，愿迄个以色列的圣儿，伊所计划。伊的心意会当紧显明，紧挖滚阮，逼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知，互阮通好知影要怎样来行。今仔日咱的社会其实嘛常常充满即款情形，有知的，亲像圣经所讲的，咱将歹的称作是好，称好的叫做歹，用暗来做光，反头用光来做暗。咱看到真侪遐个，大家拢看家己有智慧，大家看家己是对，大家抓家己做中心，即造成咱规个环境、规个社会真大个混乱佮灾害。毋但人佮人个关系受损坏，连人佮咱大自然个关系嘛受损害。所以这是咱咧讲到，上帝伫创世纪中间邀请火掉人，正做伊个管家来管理这个世界，但是咱个管家煞变做规个生态个危机，真大个挑战。咱看到这个基督个人先知伫只讲，讲愿以色列个圣儿会当赶紧逼我来，予阮知伊个心意。咱若谦卑来听，谦卑。来领受，咱才会当领受到迄个永远的智慧，毋是世间人所看的智慧。所以，咱今仔日踮咧台湾徛起，咱毋若干那咧讲到转型的正义，咱毋若干那咧讲到经济的正义，同重要。咱来讲到生态的正义，因为当咱咧讲到转型正义也好，讲到政治，讲到社会。咧讲到遮个经济，拢是用人个角度咧看，即有真大个问题。咱必须啊学习对土地个角度，对所有个受造物，对上帝所创造众生个角度来看规个生态个公义，即拢是以色列个神个所计划个心意。那安尼再当到较上落尾，咱看到上帝光明显明出来。尤其是伫个生态的公益顶头，咱甲土地的关系，咱甲规个所有的受造物，要安怎伫上帝的旨意中间，伫上帝的心意中间得到和谐，得到公平，毋是用人的角度掠做人定胜天，这毋是啦。咱愈来愈体会到，当咱厝愈起愈悬，一个地动，总有一天一个地动。就将这些大楼甲拍平，亲像巴别塔，会阁受毁坏同款。所以，咱要为着咱的百姓祈祷，为着咱的国家社区祈祷，
原主紧紧来，听伊的心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极其水的旨意伫我的中间。我们为着我的同胞，徛起伫台湾所有的百姓来祈祷，愿主你的真理、你的怜悯、甲你的公义，藏伫我的中间，互我通来学习。早日愿你的旨意得成伫我的中间，愿我来学习你的国掌权伫我的中间，互我所徛起这个所在。是人人心生子孙义爱，要留伫这个所在的国度。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愿你今仔日真做上帝同工，领受伊所予咱的使命，为着咱的同胞来祈祷，祝福你平安再会。